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早饭。这是昨天晚饭吃剩的那个红烧肉，然后今早呢就下一点面条将就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中午饭，这个叫什么？红烧肉煮面条，面条，很美味的，来吃一嘴。好吧。好吃吗，飞哥？太美味了，真的很好吃。感觉户外好容易满足哦，要是在家这样给你弄来吃，你估计也可以啊。又说我应付你，可以啊。现在我们吃过中午饭，然后收拾好了东西，已经准备从这个秦汉影视城离开了。下一站我们打算去都匀寺里面的那个西山大桥哈，好像是，走吧。那里曾经好像是拍过《无名之辈》吧？对。您将在青云湖大道东段上继续行驶5公里，到达西山大桥附近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西山大桥。我们先找个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呢？再带大家去详细看一下这座大桥吧。这个呢，就是当年拍《无名之辈》的这个西山大桥。秀丽的贵州，我深爱的家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家乡的歌儿甜，家乡的米酒香，家乡的人们好客，热情善良。世界的人们都把你拥走。